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度来收看网际网络应用这门课程。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五讲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单元目标呢，啊，是网际啊网络科技啊对传统产业产生的一些冲击。啊，网络科技下的新兴产业就是网络中介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介绍网络中介商。啊，还有电子商务的相关的类型。 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呢、啊，电子商务是什么东西？好，按照定义来看呢，啊,啊，经济部商业司将电子商务啊定义为啊，任何经由电子化的形式所进行的商业交易交易活动，这是比较广义的一种定义。啊，而一般呢、啊、叫狭义的定义是什么呢？电子 商务把它定义成利用网络科技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所以在网络上啊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们都把它称为电子商务。好，那电子商务的的进步啊，对传统产业是产生很大的冲击了哈、啊。无论是刚才说的广义的或者狭义的，都是这样。在广义来讲，不只是网络上，只要跟电子啊有关的啊，城市有关的啊，像我们的电子资讯系统有关的。 啊，这全部都算电子商务，但是我们今天啊，定义在狭义的部分啊。但是即使是在网络科技下的啊电子商务啊部分，也是冲击非常大。那它会产生呃很多的冲击，除了逐步啊啊将企业推向全球化之外啊，也缩短了商业的流程以及它的价值链，更兴起了许多新的产业啊。有的旧的产业慢慢的没落，新兴的产业，比如说网络中介商。 也因此产生的一些虚拟化的商品，还有虚拟商场啊，虚拟商品跟虚拟市市场，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网络科技啊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啊，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部分。第二部分，网络科技啊突破了地理的限制，为企业带来全球的客户，使企业得以借网站经营二十四小时的全年无休的商店。 同时呢，也使商品不需要经过层层的传递，而可以快速的进入市场。啊，无疑的呢，网络科技对传统产业造成前所未有的一个冲突。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五项。第一项是网际网络成为新的一个经营的平台，网际网络成为商品的销售平台。那网络行销可以提高接触。 客户的机会，经营网站可以缩短服务流程，并提高服务的效率以及它的品质，所以许多传统产业它的产业分工呢，因此被重整了，那经营的组织也改变了，还有经营的策略也一直都来呃呃改变了。好，那第二个呢是企业慢慢的进入了什么全球化了。 啊，因为不进入全球化，就很难有竞争的优势啊！啊，网际网络呢，它成为全球资讯网络，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强势的全球化行销工具与商业情报的收集的工具，啊，促使了分散全球的顾客、供应商、潜在顾客、潜在的供应商以及企业之间呢，与企业之间产生密切的沟通啊。 所以呢，从世界各地的啊各种角色的人都透过网络啊，产生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沟通，每一种交易的合作都变成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全球化啊是因着网络而来临了。然而呢，全球化的效应啊，也引发了许多人的一些恐慌啊啊，所以可能造成的什么现象呢？比如大者恒大啊，小小的企业呢，越来越难生存了。 大型的企业啊，优势越来越大了啊。然后呢，同样的，全球失业的问题也跟着增加了。那传统的企业啊，需要的一些人才，因为传统企业慢慢没办法生存，萎缩了，那些人那些呢员工呢，也跟着就失业了，因为他还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没办法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他要快速学习新的技能。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环境之下啊，非常的适应不良啊，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三个，它的很大的冲击在哪里呢？虚拟化的商品与市场，啊，因为在网络世界里面呢，产生的虚拟商品，这个虚拟商品就是呢，哎，你不是实际的商品，但是呢，在只有在网络上存，在这个电脑上存在的，啊，比如说电子书啊，它不是实体的书，它是虚一个虚构的书，但是又可以把它当做书来看，啊，这是网络上的，还有网络游戏，你也看不到。 啊，实力产品，比如说网络上出现的，还有虚拟商场，它没有实际上的商场啊，只有网络上的出现的商场，比如说 PC Home Amazon 等等都是啊，这是新的一种啊一个现象。虚拟化的产物了哈，通常呢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办法单独创造价值啊，它必须要实跟实体来配合，才能创造出价值啊。比如说虚拟商场呢上的卖的实体商品。 这实体商品呢卖虚拟商品啊，另外呢，虚拟商场必须在实体商品内才能运作等等啊，所以这种啊的很多种啊的搭配的情况啊，因此我们要如何相互的搭配啊，如何运作以创造比较高的价值？所以相关产业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策略啊，所以虚拟的商品跟虚拟的商场跟虚实体的商品实体。 商场这边是有很多种搭配的情况啊，所以才能创造出好的优势出来。好，第四个冲击，我们来看一下，经营流程缩短了。好，网络科技将传统产业的经营流程大大的缩短，制造商可以跳过许多经营的层级，比以前更接近顾客。因此呢，我们的企业的作业处理流程呢，必须要重新来设计。 跳过许多盘商的环节，直接面对物流的最下游的顾客，所以中间很多流程被消除掉了，直接就面对客户了。透过网络啊，直接面对顾客。好，第五个冲击啊，就是网络中介商的兴起。网络科技使得制造商的产品啊，可以透过网络销售平台直接面对消费者。 所以传统的中间商，比如说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啊，它的转销功能就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新型的中间商，新型的中间商如物流中心，还有网络中介商啊，像亚 Amazon 的亚马逊商店、商店街啊，PG Home，还有网络拍卖等等的啊，这这个新的企业出现了。我们用底下的图示也可以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传统产业的经营流程啊，是从制造商、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零售商到顾客哈，那这样的流程。但是呢，网络科技之后呢，把流程缩短了。所以我们看到，哎，制造商、商、商品供应商、服务供应者，他们透过网络中间商啊，就直接到了消费者啊，所以整个流程大大的缩短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所要看到的是呢，啊，网络科技下的新兴产业了哈。 啊，网络中介商创造了呢啊，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个网络平台，让网络用户借这个平台进行了各种商业的交易活动。啊，成功的网络中介商有啊，Google、雅虎、ah、Amazon、eBay、PC Home、啊 YouTube、啊，对全球经济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的都是大型的企业。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呢，网络中介商的角色，第一个。 他撮合了交易的，啊，撮合交易的中介者，所以他是撮合交易的中介者。好，多数的网络中介商本身不提供商品或服务啊，但呢、啊、却提供一个平台啊，啊，快速的撮合买卖双方的交易。这种交易平台可以推销卖方的产品，啊，接受买方的订单，提供交易的保证，接受卖方申诉或建议，线上收款与线上付款。 还有像卖方催货等等的服务。好，他第二个角色是多元化的商品的整合者。网络中介商呢，他不但整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啊，同时也整合了供应商的产品啊。那网络中介商他广泛向供应商签约以取得供货的保证，因此形成了庞大的一个网络的商场，提供完整且多元化的商品。 好，这样的一个中介商的角色呢，我们看 Amazon 啊的网络书局就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提供啊超过三百万册的图书目录啊，啊比全球任何一家实体的书店的存书超过非常的多啊，好，那我们看 Amazon 的网站，Amazon 网站当中，你进入 Amazon 商网络商场，然后呢，你在它的啊上面看到很多种贩售的产品，然后你可以按呢这个。 看它的供应多元化的商品啊，譬如说，早期只有卖书啊，现在音乐、电子产品等等全部都有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么多当中，我们也可以用它的商品搜寻的功能啊啊，商品搜寻的功能、啊，我们可以来做操作啊，进入啊，马上就找到我们要的商品。好，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客制化商品的催生者，网络中介商，他为了求发展，必须紧紧的掌握卖方，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因此，网络中介商。 会将买方的啊这个和需求告知卖方，并要求卖方改变商品的设计以符合买方的需求。也就是说，符合顾客需求的这种客制化的商品呢、啊，会啊渐渐受到重视啊，这也是网络中介商啊所造成的影响。好，第四个，网络中介商是一个交易的担保者。 啊，网络中介商对交易的进行呢，具有法律的责任，因此呢，他必须对买卖双方进行征信并签约啊，以确保交易能顺利的进行，减少法律纠纷跟商誉的损失。好，那另外一个网络中介商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一个商品的评价系统的建立者。啊，不少的消费者透过网络交易啊，买到商品之后，常常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因此要消除这种方式啊，啊，那网络中间商很聪明啊，他就啊用这样的方这个评评估评价系统来减少这个资讯不对称这种受骗的风险。好，就提供买方的评价服务而言呢、啊，除了以合约要求卖方提供商品正确消息之外呢，还要开放给消费者对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厂商进行线上的评价。 有了评价，这样一来呢，评价低的商品就不好销售了，啊，厂商的商誉就受到损失，而评价高的商品销售业绩就会大或大大提升。所以，我们看它的评价系统，啊，底下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它的评价系统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诶，这样的一个，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商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千一二一千两百多家的买家对这个商家做过评价。那评价内容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诶，它的评价分成。 啊，良好、普通、啊啊极差三种等级。好、啊，我们看到这一家厂商，大致上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详细的评价啊，所以依依据这些评价，我们就可以啊对买卖比较有保障。好、啊，第六个呢，它的角色是隐藏存货。网络中介商本身没有实体的商品库存呐、啊，它只是网络上提供商品的目录而已，因此不需要花费库存的成本。通常中介商会累积一定量之后。 啊，在下啊，在下单。哎，底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着下来，我们再请啊吕老师啊，再为我们介绍电子商务的一些类型。谢谢廖老师。对于刚刚网际科路对传统产业的冲击，还有呢，在传呃网络科技之下。 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啊产物，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络中介商。接下来，我们来对于电子商务的类型来做详细的说明。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目标就是电子商务的类型。电子商务呢，若依照交易对象来区分，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提供企业商品或服务给企业的，就是 B to B。 好，我们简称 B 二 B，就是 B to B 的意思。第二个，企业提供商品或服务给个人，我们称为 B to C。那第三呢？个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给企业，我们称为 C to B。第四类是个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给个人，我们称为 C to C。这四类，这四大类型呢？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说明。 啊，好企业对企业 business to business，这是企业透过我们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交易。好，第二个方式是 C customer to business，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对企业的模式是一种消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给公司，向公司来收取的一个商业的行为。 好，第三个是 B to C，business to customer，这是企业对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一般都是零售商为主。第四个是 C、er、to customer to customer，C to C，就是个人对个人这个交易的形式。好，就是四大类。好，我们先来探讨是 B to B 类型之电子商务。B to B 电子商务是利用网际网路 Internet 或者是商际网络 H R Net。 从事企业与企业间之商业的活动，那 B to B 电子商务主要是在加强企业伙伴之合作的关系，所建置的网站之交易对象为企业伙伴，因此提供之服务依合作伙伴之类型而有所不同。我们来看这样的范例，台数 B to B 电子商务网站上提供许多服务给各类型的企业伙伴。第一个。 对上游哦，这个供应商提供采购相关服务，第二个对下游经销商提供产品销售相关的服务，第三对于协力厂商提供工程花包的服务，第四个对于合作生产之策略伙伴提供合作服务等。好，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做说明。好，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台数的一个网站里面，电子商务的网站里面，好，上游厂商它提供供应商的采购系统，下游经销商呢提供是经销商是产品服务系统，那对于协力厂商呢，啊就提供工程花包系统，那对于策略伙伴呢提供合作的系统。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台数 B to B 电子商务的网站之后，好，从它我们。 这个选项里面选什么呢？策略网站就经销商专区里面。好，那我们再看右下角的地方。首先呢，第一个是提供供应链系统，是对于什么呢？好，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好，前面改造工作的流程的地方。好好降低呢存货呢呃水准，改变效率。好，另外呢，对于我们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好好这个地方就提供了大型企业的 ERP。 好，那国外案例呢？好，我们如果网络的一个设备大厂 i 科 （Cisco） 的 B2B B 电子商务网站提供商家成为其伙伴啊 partner 的一个注册服务，一旦成为伙伴之后，就可以在其网站上面以较优惠价格来起货，并可参加思科所提供的各种技术训练，获取的机密技术资料等等。好，我们。 好，这种哈 B to B 电子商务为思科创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一个业绩。那其他案例，譬如说有戴尔电脑啦、奇异电子啦，在大陆很畅销的阿里巴巴等等。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思思科，我们进入了思科 B to B 电子商务的网站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好 become to Cisco partner，就是怎么样成为思科它的伙伴，所以经营伙伴服务网的一个入口。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登录啦，好去成为它的伙伴。那第二类我们讲 B to C 类型是电子商务，是利用网际网路 Internet 从事企业对於个人之商业行为。 此种类型之电子商务，主要是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以服务给消费者。好，相关的商业活动包括有行销调查、商品搜寻、网络交易、线上广告、免费数位传播服务、客户售后服务、客户数验处理等等。 典型的 B to C 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入口网站，第二个汇集式的交易网站，第三个网络社群等等。好，这个单元目标我们介绍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廖老师讲解好这个单元的内容，谢谢。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一些电子商务的相关的类型啊，接下来我们再看 B to C 啊，进一步来说明一下它有哪些类型。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是入口网站啊，入口网站呢，我们称为 Portal，提供消费者呢搜寻商品资讯的搜寻引擎。消费者只要进入这个入口网站呢、啊，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商品或者他所需要的服务。啊，这些入口网站有哪些了啊我们最常见的是 Google。 啊，像之前呢还有雅虎啊，美国线上 PG Home 这都是，啊，其中 Google 呢，因为它的搜寻能力比较强，坚持首页不放置广告，又因为呢它提供了许多免费好用的服务，譬如说呢我们的 Google Map 电子地图，啊，还有它的啊翻译字典，还有 Google 的邮件服务，啊，布洛格影音平台等等，深受全球网络用户的喜爱，所以呢近年来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络巨人。 啊，这是一个入口网站成功的案例。啊，另外一个是一种汇集式的交易网站，啊，我们称为啊，transaction aggregator 啊，就是汇集的意思，提供商品的线上的市集 online market，啊，提供消费者在进行线上的采购。这一类汇集式的交易网站，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汇总了许多的一些商品。 然后供使用者在线上来采购，啊，这样的一个汇集式的，啊，非常成功的，有一个是 a m 阿玛拢，啊，所以阿玛拢呢，它在云端做的非常好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过去成功的经营了汇集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商务，啊，阿玛拢呢汇集了许多书商的一个图书，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图书市场，而且因为阿 o n 的书店是一个虚拟商店呢、啊。 啊，所以它没有库存成本，也没有不需要店面租金啊。它图书售价又比实体商品卖的便宜啊，因此吸引许多爱书人的上购采物、采购啊。那它成功之后呢，它卖的也不只是图书了啊，卖的又很多的 CD、衣服，什么都卖了啊，都非常成功啊。那它也同时又进入进一步又打入了啊很多一些电子。 图电电子书的一些相关的硬体设备啊，又成功的又进入了云端啊的服务的功能，所以呢，现在一个非常啊庞大的一个企业，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种汇集式交易网站的案例。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一个网络的虚拟社群啊的案例。好，网络虚拟社群，我们叫 Virtual Communities，它创造了一个网络的平台，吸引具有相同嗜好。 或相同兴趣的网络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建立虚拟的社群，啊，这个网站的内容是透过社群啊的成员彼此分享什么呢？分享文章、分享日记、分享相片、分享影片来建立的，啊，比如说成功的案例有非常的多了哈。我们常见的部分呢，比如说电子布告栏，啊，电子布告栏、网络的论坛，啊，像部落格，啊，相片。 或影音分享平台等，都算是一个虚拟社群的网站了、啊。像这边的，像 PTT 啊，这电子布告栏 B 啊，在台大所所建构的，诶，非常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喜欢在上面来发表，哦，说交谈等等的，啊，或者团购啊。另外呢，在台湾呢，还有早期的无名小站的部落格啊，像现在 Facebook 更受欢迎了。啊，像这个就是在里面公开分享他个人的日志，啊，公开分享。 那另外右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分享相片啊，那或者分享一些影片的啊，那这些都都有啊，所以这些都是它非常成功的案例啊。有的是大型的布洛格啊，那個文章太多了，哎，那只是小简短的想要分享也可以啊，像 Twitter 这些都属于成功的案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呢，尽量。 啊，来提供一些大家可以分享的资讯的啊，这都是成功的网络社群。那它通常会采用的一种会员制啊，哈啊，为什么要采用会员制呢？因为会员制、啊、可以让网络的使用者拥有高忠诚度啊。由于物以类聚的效应呢、啊，这个会员会自动向外招揽他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一同来加入的会员，使他们在在互相联系就更方便。所以经营者呢，他可以很快的就用这样的方式来。 累积了很高的流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网络虚拟社群啊，像这无名小站啊、维基百科啊、Facebook、Twitter、YouTube、Flickr，这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啊。像 YouTube，它是啊影片啊，那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无名小站啊这个部分的案例，它的操作。我们进。 入无名小站，我们看到有个标示“无名小站”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各种主题的网志人气的排名啊，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爱好旅游者，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啊爱这个一个有关呃旅游相关的网志啊进去啊，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效。好，好，那我们也可以进入呢啊另外一个网站叫 Flickr，e 它是呢分享一些相片的。 这种虚拟社群网站啊啊，可以让人家在上面来分享相片，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点选任何一张相片来进入分享者的一些相片簿，啊，在相片簿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关的内容，啊，也看到它哎很漂亮的相片。那我们也啊，参观者也可以对这个照片呢发出一些回应的讯息，啊，这是相片的分享。好，另外一个常见的是一个维啊维基百科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特别的一个社群的方式。好，那维基百科呢？啊，我们进入维基百科啊，知识共享社群，我们看到一个地球这样的符号。然后呢，会员呢可以自行刊登文章来分享知识啊，会员可以来把文章写进去啊。其他的会员呢，也可以针对啊你写的文章进行修改啊，然后按那个编辑键就可以进入来修改了。 啊，当然你编辑别人的一些文章啦，啊，你必须要先登录账号，啊，登录账号进入，你才啊有这个账号之后呢，啊，最先注册再登录，然后你才可以编辑，因为编辑要负有一些责任，啊，当然别人看到你的内容觉得不实在，他也可以再去做编辑，啊，那最后呢如果有争议，那他的他的管理者有一些仲裁的功能。 所以呢，维基百科通过这样的方式收集到非常多的好用的资讯，啊，是一个学生非常实实用的一个啊百科全书，好，那我们介绍完了虚拟社群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吕老师为我们做 Q&A 的一些解释。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廖老师对 Me to C 啊的一些呃经营的一个效率来做说明之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师的 Q&A 好来做详细。首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网络科技对于传统产业产生何种的影响？好，第一个是网际网络成为新的经营平台；第二个呢，是企业呢迈向全球化，这时候大是很大，小小的企业可能会被并吞了，而且可能造成呢这全球失业的情况。第三个，虚拟化的产品跟市场因此诞生了。好，譬如说呢，我们刚刚有讲啊，二十四小时维修的 PC Home。 还有全球呢啊，呃非常卖座非常好的亚马逊啊这个商场。第四个呢，经营流程缩短了啊，减少中间商啊等等这些大盘商怎么这些的一个啊产生直接面对顾客了。最后呢，这个网络中介商的一个兴起的好，这是我们五种影响。好，那下一个题目呢是何谓网络中介商？其角色与特色呢为何？ 好，第一个，它是撮合交易的中介者；第二个，多元化商品之整合者，以亚马逊啊这个这个这个商场来看，好，它全球呢总共有三百万册的图书，当然它不仅只有卖书，它还卖一些电子的产物啦，好，图书啦等等。好，第三个呢，客制化的商品呢催生者；第四个呢，交易担保者，因为它有评鉴的制度。 好，各位上电子商务去采购之后，就可以发现说，哎、欸，我我要买这些东西，要先看一下，它评鉴，因此它是担保者。好，那担保者之后呢，商品评鉴的系统它建立了，啊、哦，要买东西上网去看，了解这一家好、哦，呃，厂商它的评价如何。好，最后呢，它隐藏存货，它不需要为存货的一个问题好来担心的。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建立商品评价系统的目的为何？不少消费者透过网络交易买到商品之后受骗上当的感觉，因此有些网络中介商为减少买方的资讯不对称，便提供商品的一个评价的一个系统了。好的，那这一个讲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谢谢。 thank you